五啊，三秒。五啊，好，哎呦，这条这龙唔知几啊五，上面只啊？六十。几啊五咯？三十个啊。五啊，五，最后一个几啊五，上面只啊？六十。几啊五？来，几啊？咱们点多？五。来点多上面只啊？五百四百片啊，三百块了。左边片啊是，我见老，我见老，你收钱了，三百了，这拢无钱的，一支一支一支。三十。真正一支一支无，可能无臭头，点多你也免啊。 找你是外的人买啦，你也买已经好，你拢伫遐买啊，吼，真正啊，迄点都拢臭土，啊，咱这拢无饲啊，三百了，三百块了，来三百块要吃无？点多，来试试试，咱们吃毛的哦。来五百，来毛要吃，开一千啊无？一千块了嘛？一千块有啥物啊？鳗鱼，一个啥物咸鱼啊？等到贵啊？这一只六百两只，千二一千块了，这毛啊，毛足贵啊，四只一千块，这只够哩。 一千块，咱们吃无？一千块，龙王嘛，四百了，小价钱，四百块，咱们吃无？四百，你退呀，退呀，哎，你退还是退？收起来，你要订回啊？不啊，过来，我顺顺啊，话，你给我要点啥？点来哦，啊，我从黄鱼那边开，黄鱼我收起来边，是咱们鱼龙螃蟹，上面吃鱼龙啊，开五百了，我五百块。 是啊，鱼龙我咧看五百，你知无？因为恁卖嫌少啦，啊卖嫌少啊，我真正袂恁笑啊。啊，卡恁足济，所以我袂爱着百三百。你若讲卡恁足济，我一百嘛无要紧啊，真正卡恁少啦。几箍几啊？你赚了无好笑个啦。啊，我即五条卖你五百啦，即福气龙即雪鱼龙啊，即两个真正咧足香个啊。啊，来即五条我卖要送互你食，十条拢去啊，五百了卖嫌少，卖嫌少，豆豆煮。五百个有要食无？紧个豆豆煮，拢有啊吗？ 来，今日啊，上面一个，三百八，二个，我变两百块尔，两位。好，谢啊。第两百，第两百，三第两百，四第啦，这第要上面五条，拿到一只。走四六三。各位，这礼拜四晚上6点半有开箱。四七点，记得啦。七八七点。订阅一下这个开箱。来，今天。好啊，目前已经有开箱。两百个要吃哦，两位啊。顺便帮我订阅一下。中午啊。好了。 我话秘密武器会当吃啊喂，我话毛豆会当吃啊喂，但我叫你无买毛豆，你敢会来？对吧？有人要吃毛豆无？我话毛豆你食过吗？啊，真正。好食啊！我看你绝对买无这个口味，收钱一百了啊！好食啊！一百块了，来我六个。你看六个，我就收这是你手上，你看了啥？吃了你就知影是哪人家的手嘛？到两分啊？无。啊那什么了？ 可以去啦，我看你无来。来，提一只。八，三两分。三两分嘞哦，食过嘛，食过嘛，真正，我这个毛豆你无好买无？你试看嘛，啊，几个钱分啊？提钱的手也来，一千分了，好。哎，两分啊，两分的。两分的四个的啦。分了。哦，啊，这里几个嘞啊？ 有两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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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两个
今天没有美女站旁边的。丁锦家卖辣椒，有一帮忙抹酒。对，对啊。香鱼那边，刚好香鱼啊，错。上几多啊？多少？天王会计员，你无你查来啊？你拢爱套顶的啊？两号两批起来啊？两号两，你落鱼是要五尾的啊？五尾有有有，来只黄鱼上尾食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。好，就遐啦。两尾。你卖这条鱼啊？你拢信任我，你钱给我，就给你收，好不？来。两号两啊，还不黄金？三三，黄金一块五包啊，迄五包拢摕起来我看。
一尾三百，两尾三百，一个老客吧，三尾哦，一尾够你啊，三百了。一尾三百，两尾三百，三尾哦你啊，一尾够你啊，三百了。有啊，一尾三百，两尾三尾，还四尾哦你三百了，九块八嘛起来。你啊，这两尾八块上面。无啊，八块。八块上面是啊。好，你帮我取上去，谢谢。八块上面是啊，啊，你跟莫姐姐在红山的啦。你啊，现在变了，红山去感觉好个。八块上面是啊。好，行啊。哦，一袋也可以，一袋也可以，你先帮你过去。第一袋买三百，那个啥，上千块钱啊。这黄鱼上千块钱，你不要急啊嘛。我走了。哎，我去看看看，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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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好清楚了，九孔包，好清楚，是的。第二两千块，用鲜的就好吃啊。啊，是要吃的人可以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啥物事啊？一支、两支啊，这三支通加到五百，拢无过来鸡腿啊，啊，三百了。你搞买三百，这三支我嘛会请你吃就好啊，三百了就不了。一支三百，两支三百，三支哦，四支哦，来五支哦，来六支哦，三百够要吃另外两股骨鸡腿无？对啊，百五了，食袂了，拢放好啊。甲人食袂了，要买三支百五试食看吗？我两个啊。是啊，啥物代志？百五块，人要试食无？来下了，来，拢起。哇，你要五包呀？三包。系啊。来，来一个五斤的起来，起来。阿叔，你二二两六百，敢有收啊？收了。来，你二两要装包哦，千五包收来。千五。来。千五。来，这八片包怎么吃？这退冰来当吃三百了啊！这鲍鱼片。好吃啊！一包做恁半支啊，无两包五百，三百了，三百二好无？四百二好无？来，一包够你三百，最后一个买好无？无啊。三百。好平啊！来，无啊。三包，来收钱，钱，你收钱。一包五包，才三包，这谁啊？来，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，来这这好物件，这连我家己的囡仔都抓去吃啊！哎，当然我厨师一定冰车啊，这免讲，这高干鲍鱼，这退冰啊，这你懂的哦。我要讲烘，你要讲炒，你要讲晒，猪肉火锅加烂味，这若高干鲍拌到餐厅里后，你还佫食袂啊？嘛无鲍鱼啊！啊，来。一包一公斤，四个人摕到尾，一包卖一千八百六百，我一包卖你五百，你讲无？好不好？四个人摕，价位卖尔，你想想啊，这好物件四百了，来四百块了，价高刚包伊四百了，四百块，拢有啊吼，来谢谢，谢谢。完了啦！你好，我不要买毛了，意大利面上面吃，一百了，走起！一百了，这上上上好吃。来，三个。有青酱加番茄，你要什么？青酱。你要什么？来，够开钱上。各位刚进来的朋友，记得帮我按赞哦。哦，那置顶留言，置顶留言那个网址点进去是我们的开箱频道。哦，如果各位想要看产品开箱的话，可以点那个网址进去。啊，喜欢的话顺便帮我订阅一下。然后我们这礼拜四晚上六点半还会发一个开箱影片，大家记得收看。哎，你别别好嘴，我先收先。你怎么好玩的？我跟你全部讲错话啊！喂，你听我讲哦。有啊，番茄一包了。然后这是谁？番茄啊。这一包呀。我一包是吧？哎，帅哥，我一包话主要讲给恁听哦，恁听我讲哦，因为这个人开始订车了吼。恁现场够人？唔知道我有做帮手的无？我阁有一间公司伫做帮手的哦。哦，做帮我甲你讲，我内底有骗用的袂记完。你若对我这个人吼，信任我会到，你有机会哦，你甲订看卖。你若食着我的飞机哦，我敢讲你这世人啊，这世人你毋捌食过这个飞机完。
我进这种飞机房，伊嘛是惊死人的吼。这个成本咱卖讲啊，你若有机会，给我一间机会，吼，你去迄个我的帮站啊，你去用迄个客，我飞机后卖两种，这种是这個，这叫平价花枝丸。平价花枝丸吼，啊我迄个帮查埔哩卖一个皮哦花枝丸，啊你若有机会四年我会到，你今定等我你皮哦恁家人食看看，迄内底规地拢皮哦花枝干啊，哦我绝对袂解好食，啊你若有机会你去订看看，哦迄你外口绝对食无伊啰，有当时一生毋捌食过迄啰花枝丸啊吼，我讲真正当初我问花枝丸的本质，我问着我是惊死啊，从一楼跳到三楼，迄啰介绍我听着是惊死啊，真正惊死人啊，啊哥我感觉讲哦，我希望讲我的帮站内底哦有真正互恁感慨，你要诶。好，你来倒毛者。啊，你爸爸讲话给一包过，我袂让你食到真正好物件啦，吼，真正啦。你若有机会，你来广州遐食，我无买嘛，我去遐参考者。我参考足侪物件是无你炸出来啦，吼。来，上面食鸡腿羹。啊，这上面吃啊是啊，你要食鸡腿羹吗？对啊，我上一次那个。啊，上面鸡腿羹是啊。手机那个有偏。造鱼啊。有啦，那个两百楼啊，两百楼，你要整只的那个两百块楼啊，这两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，这几种鸡腿吧，这三条搁上去来，两百块鸡腿全熟了，两百块要吃无？是的，收起来。这个单啊，足济个嘞。切到半了咯，切到半有吗？来，无另外一边还没化掉，一个有啥物？大你是啥？蚯蚓凯杰咯，鲈鱼啊。你讲无啊嘞？蟹味棒无啊？鲈鱼甲放起只无？为什么鲈鱼？帝王的呀、啊。帝王蟹味棒无啊？无问题。啊。白的啥？上面食白的沙巴螺啊，这只一公斤。好正啊！沙巴螺啊，我叫人随便买，你蟹螺啊，你看无？沙巴上面只300块，白蟹一公斤啊。好正。沙巴只。